是在召唤蜜吗？哈哈，不用着急，我现在就去。呵呵呵。呜，飘走了，飘走了！什么？你跑去大蛇的窝里，有什么事啊？对了对了，才忘记一则光点的预言。惯例的预言又要预言什么？可爱姑娘心动约会，又是哪里约会？还有一句啊。那么 goodbye, baby。得我赞助。居然想解开十六夜之四的结界，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天宫，现在不是庆祝胜利高歌的时候，咱们赶紧离开这，先赶路吧。哦，先离开这里，跳出去了 ，biu biu biu， 要离开了，我们打败刺凯了。烦烦烦啊！7000块，嘣嘣嘣，要储存，当然要储存。四本要保存现金进度，当然要储存啊！我们花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干掉了那个刺凯。一个小时吗？一个小时啊，有没有？今天玩了一个小时。冰冰冰！哦呦呦，伏击耶！你的台词。哎。大小二人组平安回来了啊！看到封神宫的大风车转动，我是想，或许是你们办到了。我们办到了。温和的风开始吹拂村子，空气变得清新起来。就是你们打倒奇凯，复活了神风的缘故吧？没错。八戒是门欢闹起来，头痛的是每次善后都很麻烦。他们在玩哦。这份厚恩，我该拿什么报答你们的啊？旅行者们，我也要郑重向你们致谢。不用客气。另外，作为李剑三圣的一位传人，伏击这样多的伏击。我今天这次也尽了12分的努力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认识伏击姐啊？啊，什么认识不认识？是封神宫前任主祭，也就是伏击的丈夫。他是伏击的丈夫？哪招？哪招？对啊。因为担心草泽村的后路，才一直留在这里。托你们的服务，我现在能安心上路了。安心上路吧。安心上路是哪招？伏击也好，霸权士也好，虽然还不能独当一面，会渐渐将他们锻炼得更可靠。啊，好难读，等一下我用回我自己声音好了。没有人逼你。要能再也不成为他们，我就满足了。那位永别的塞尤娜拉，愿你们旅途平安。哦，要走掉了，升天了，得道升天了。哦，走了。喂，怎么了？两位东张西望的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你丈夫啊。什么都没有。话说回来，伏击姐不必多谢了啦。今后大姐就是封神宫的大主祭。要担当起保护村子的责任哦。那有那群悠闲散漫的八犬士在，你的苦日子才刚要开始。所言即是，前任主祭过世以来，一直没能有所作为。等一下，从今天起我要担负起。担负起神殿主祭的义务，好好教训剩下的五雀士。就是这个气势，好好干啊！幸せ！升级你的包包。好，升级我的包包，我现在不够啊，现在才65、95而已。讨厌。好啦，先跟你继续跟你讲话。看样子你们即将踏入旅途。对呀、啊。祝你们无云胜荣。苍。无云畅荣，无云畅荣，无云畅荣。好了，
跟其他的狗狗讲话，你们这些废狗狗，大家拼命的祈祷你们的平安，你们无事归来，真是太好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的确是你们八宝玉帮了大忙啊，的确了，八宝玉的确有帮了大忙。我不想每一次都讲了，我们走了啦。是走哪里？话说要走哪里？哎，走这里吗？这里有一小段路哎。这些废狗狗都没有帮我。如果有八只一起来打的话，就无敌了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哪里？我先往回走了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走这吧？我是要走这吗？你不是要出去吗？我要出去，应该要走另外一边嘛，对不对？你别忘记水里面有哦，要一闪啊，那就回来一闪一下。大家说什么？水一闪就开了？真的还假的？一闪，喂，冰冰冰，哦，浮上来了，哦，宝物浮上来了。你连那个连换都懒得换了。对啊，我连荷叶都懒得画了，被你发现了。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喂，噔噔噔，哦耶！好了，都拿到了。哦吼吼，哎、哦，换一下神器啊，装备，换一下这个。哦，看一下这个神器。哦，这神器感觉好像也是远距离的神器，哎，对不对？知道，来来来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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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个神器看起来很帅呢，哦，走出去了啦，可以走出去了，走吧，我们走了，哎，要走怎么走？你们挡住我去路吗？要往哪里走？不是从前面走吗？直直走、啊、哦，直直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哦，我就想说要转弯，不是啊，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有转弯呢、啊。原来是从这边转，好啦，我们走出去哦，就是勾玉啊，防御方式、攻击方式一样，冲出来了，哦耶！装这里可以防御，哎、欸，天公你先等等，就算急着赶路，还是得先合计合计今后要怎么办吧。刚才那个黑影，如果是传说中的怪物，要是不想想办法除掉它，咱们前途一片黑暗啊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我掌握了全部的笔液，自由生活的美好计划也全都变成一场梦。天公，你看那副你一副拿黑影没办法的样子，你以前真的打败过那怪物吗？你的搭档伊邪那岐太强了，还是说把怪物灌醉的那瓶传说之酒太烈了，点点点。对了，酒，天公，传说之酒不就在那村子里吗？想想看，一年一度的春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吧？咱们在那把酒神酒弄到手，说不定是贤民之举哦。再说难得的祭典，不去好好疯一场就太浪费了。要是笑爷姐喝醉了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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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了？天公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越来越兴奋了。啊，天公越来越兴奋了啦，走吧。现在要走去哪里？娜娜，走到一个，走到可以传送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回去那个村子吧。回到最初的村子，色虫。对啊，这一只虫子有够色的。哦，冲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又有东西可以撞，又是几毛钱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刚刚话说，我刚刚好像没有走这个哦，下面也有箱子哎、欸，也有宝箱哎、欸，呀呀呀，哈哈，闪！哦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珠珠？蜻蜓玉？咚咚咚！哈哈，你牛落还没解除吗？牛落状态还没解除吗？对啊，走走走，要加油啊、哦！蜜就在旁边看就可以了。啊，有啦有啦，很加油啦！我都打赢刺凯了，没问题啦。喂，蜜边吃边看就可以了。哦，跳到哪里了？走这里，这里可以挖了没啊？这里有可以挖的，是不是？喂，这里吗？
挖挖挖挖挖挖这里，咚咚咚咚，洗牙挖塞，啊、加五点，加五点洗牙挖塞值，路旁遇到就挖一挖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商人啊？卖一点东西给他好了，让我们有点钱。喂，请听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村子里变得这么有活力了。封神宫的大风车一转，参拜者就源源不绝了吧？我也要开始专心做生意喽。狗狗，微笑服务只限于此哦。哎呀，我要卖东西呀、啊，买东西只能买哎，他不能卖吗？哎，贩卖，贩卖我的东西，贩卖道具，五钱币不要，这些不是，我不是要卖这些，不是贩卖，贩卖古董品。古董品才1000块哎，好廉价哦！我这么辛苦，这么辛苦，只能卖这些钱而已，够抠人嘞啦，都卖掉了。是的，我这么辛苦的四处收集，留在身上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卖掉卖掉卖掉。你是顺便收集吧？哦，顺便收集，被你说穿了，卖掉卖掉。哎、欸，我有6万了哎、欸，哦，我有7万了。哦，你有8万了，我有8万呢，鱼也卖掉了，哇、哦，小河蟹100块，嗯，商人是低收高卖，真的，爷头也5000块啊，8万8，啊，好数字，88895，啊，88895块，请听，哎，不要再请听了啦，看你还有卖什么，你有买什么吗？风车，风车能干什么？风车能干什么？模仿风神的风车，作为土产再适合不过了。买一个好了，买一个土产回家。黄金底粉可以买几个？一个，只卖一个黄金底粉而已。买一个古钱币好了。是的，好了好了，我要黄金底粉，黄金底粉道具，使用黄金底粉强化神器。呜、哦，强化我们这个神器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反正那个很好用，这个很好用，用钱买回来的东西的，用钱买回来的神器果然特别好用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井上面有风车让它吹一下，井上面的风车让它吹一下。喂，哪里？这里吗？这个哦，这个风车让它吹一下，他们那个大姑大婶哦，吹这个风车应该会有洗牙挖碎吧。喂，洗牙挖碎个、嗯、喂喂，哎呦呦，这个画螺旋不好画，还是不用画螺旋。喂，哦，转了转了，哦，水喷出来了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，这是花圃小女孩，啊，花圃的小女孩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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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棒好棒，没想到花一下子就开得这么大，花们健健康康的真好，漂漂亮亮的真好真好。哇、哦，洗牙哇塞！啊，洗牙哇塞，太棒了！走了走了走了。喂，冲出去！我们要回到那个，回到最初的村庄，是不是？顺便找那个没有用的师傅学一点没有用的技能，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为什么又要去找他？因为我们传送的点在那里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我们现在要走到那个四部村，四部村的温泉里面有一个传送点，然后刚好传送到那个学技能的外面四部乡。嗯，我一冲下山了，走走走走走，不理这些啊，这些宝箱我都撞过一次了。哦，来试试我的新武器吧！呦呼，来啊！哇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好强哦！你这个是在鞭尸吗？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对吧？比之前的强多了。哎呦呦，想吐我，想吐我！哇哦！哇、哦，别别别别，好了，先闪他了，把他闪下来了。好了，下来了，鞭尸，哦，那个不，那个不，叭叭叭叭，叭叭叭，哎，掉了，噔噔噔，结束了，哦，好了，
我把它换回来，看完了可以了，换回来，把它看回来就可以了，换成表。